出生于艺术世家的中德混血儿贝安琪，母亲是著名女星刘湘平，一出世已经遗传了母亲的美貌和气质。一心向娱乐圈发展的贝安琪，其实私底下已出了不少力，除了飞往纽约攻读电影课程，还经常参演剧集磨练演技。近日她随母亲一同征战戛纳电影节，在某日的酒会上，母女二人以黑白配服装亮相，就连手包也做到红绿对比，相当有看点。刘湘平更自曝，这次已经是自己连续第25年参加戛纳影展了。你好，我是刘湘平，香港的湘，萍水相逢的萍，每一年都来戛纳，已经有25年了。我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好莱坞买的电影是《Sex Lies Video Tapes》，性方言录音带。那个电影呢，那个时候是在2月份，然后呢，买了那个电影之后，在戛纳就得到最大的奖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电影在德国放都很成功，所以每一次来到戛纳的时候都可以遇到很多老朋友，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好的电影，所以我觉得每一年再过来是值得的。与女儿看法相同，刘湘平也大赞刘德华的新片。有的，比方说刘德华呢，前天那个Crime Detective 非常好，他的演出就是每一年都看到他的新的面孔跟他的不同的演技，我觉得他真是很努力的一个我的香港的老朋友。说到今年的收获，初战影坛的贝安琪可谓交上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。最近就刚刚与 Roland 郑中基拍完一部 TVB 剧集。刚刚拍完 TVB 的剧集啦，咁而家有几部电影就嚟开拍啦，系咁啊，系啊，咁系就要开戏啦，系啊，我一般都喺香港会买应该嚟，系啊。演员出身的刘湘平一直致力提携女儿贝安琪勇闯演艺圈，最近便投资1500万跟资深电影人张彤组合作，为女儿量身打造了一部新电影《许愿树》，并邀得一众圈中好友曾志伟、曾江、王敏德、谢婷婷、蒋怡、廖碧儿等捧场，群星拱照。快要做一个电影，名字是《许愿树》（Wishing Tree）， 说贝安琪是我们的女主角，然后我们还有美国的刚刚得奖的 Bill Campbell， 他是演安琪的爸爸，他刚刚得到那个 Lincoln， 就是林肯总统的那个电视领导局最佳男主角，然后在德国也是最佳的男主角，刚刚去年就今年拿到两个奖，他是演那个就是皇帝，就是 Ludwig， 然后他也是我们那个电影里头的男主角之一，还有香港的老朋友，很多老朋友帮忙，比方说是文祖维啦，还有那个曾志伟啦，还有王敏德，很多很多好朋友都会支持我这个电影。